我是讲歹势啦吼，都安排讲即今仔日的节目是我甲静怡吼，啊，所以我甲静怡我嘛甲分落去，互伊导入吼，伊咧伊较会转，我较袂晓转，啊，我拢会晓实际行动，啊，因为我带童子军吼，我把他带惯起啊吼，哦，啊，今仔日大家嘛有看到我戴一顶帽啊，绿色帽，戴绿帽。啊，其实那个帽子是我们童子军的帽子，哎、欸，不第一顶帽啊，那不简单哦。我们有那一顶帽子的，那是我们孙老大也有，哦，哎、欸，那个三颗木章，哎、欸，三个木章的帽子了哈、哦。啊，废话少说了，那大概都朱老师要叫我们歌唱，哦，那歌唱的基本动作是这样。是不是节拍韵律？韵律哦，对了，对了，节奏。哎，所以我今天呢，先要带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啊，是四分之三拍的啊，这个动作哈啊，你这个动作会打了以后，你如果唱 KTV 啊，唱歌听看到那个四分之三啊，可以卡拉 OK 有三粒钉的哈，三粒钉出现，你就知道哦，这个是四分之三的。啊，这个四分之三的拍子，我在以前在童子军活动就经常有带这个四分之三的拍子哈，先带拍子，带会等以后再套路歌曲了啊。四分之三的拍子就是蹦恰恰蹦恰恰啊，啊，来我们来做这个动作了哈，先动作是完了金刚山哈。面对面哈，而且感情起来好。接着，朱老师哦，有魔改，朱老师也在登大美宴。哎呦，促进感情。哎呦，来，来，一，右手锁紧。哦，对起，对起，再拍一下。好，二三，再来三二。还要这样哦。三。4 2 3，这样，按着这样，一右手，2 3 3 2 3 4 2 3，好，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别的熟练一点，再来配合哈。四个节拍，四个四分之三的，四个小节。来，再来一次哦。哎，哦，这个顺便我们动作，好吧？这个动作嘛，挺好。三个呼吸，你都是把它套进去。
跟老婆跟情人啊，所以